大家好，我是丁超。我今天跟各位谈到，就是说这个反弹啊，这个走势啊是蛮乱的了，就是早上一度涨100多点，我给各位看一下哈，你看这里哈，为什么涨100多点？就是这个开太高了，这档开得太高。这档啊，572开到579嘛，所以没什么意思啊，对不对？那你看这样7块钱啊，56点，台积电1块钱就是8点啊，所以那那些指数不是只有台积电，因为大家只要一般的股票啊，尤其是全指股，看到台积电涨就想要跟着涨，因为它是指标嘛，啊，如果它跌，就大家都想要跟着跌。所以它会有影响力，它不是一般小型股。一般小型股你涨停就涨停，你得啊，跌停跌停你得啊，人家也不管它。可是对于这个重点全指股第一名的，它有非常大的影响力。所以早上曾经一度涨100多点嘛，就是台积电这样子嘛。那后来不是曾经也是差不多快跌停，不是快平盘嘛？你敢情况嘛？让它打到。这边7块钱下来了，就涨了56点了。那尾盘这边曾经又跌破一个昨天的低点，啊，又拖拉2块钱，2块钱又是16点，就没意思。你刚刚就是它的影响力太大了，所以会影响到大家情绪。如果你很在乎这个指数的变动哈，那会很麻烦，最近会很麻烦。因为它根本没有成交量啊，才1万多张啊，竟然1万多张可以这样子可以主导行情这么大，才1万张而已呢。这个是这场公司有2593万张呢，2593万张呢，万呢，对不对？那张忠谋他有12.5万张啊，张忠谋呢？另外那个现在目前两个头头，一个是董事长，一个是总裁嘛，大概都是有将近1万张啊。这2593万张啊，你有规定，你可能嘛未少啦，过来霸顶啊。哎，2500几万张，2500几万张，刚才上新高才剩10000几张，有够好笑的，这没有代表性，你知道？啊，所以就变成量缩了。你看跌，因为它也跌不下来啊，它只要平盘而已啊，跌不下来就变成量缩起来了。量缩，老师就量缩呢，止跌量缩啊。量缩止跌呢？哦，量缩止跌呢？啊，那边还讲加码止跌啊，加码拢量缩啊，加码拢炸止跌啊，你是加那也跌到这里啊，加码量缩啊，你讲黑什么鬼？你今天是一个涨多的回撤，那你要反攻，或是要扭转，要改变方向。是不是要有更大的力量？那你想想看，早上开高，某些人没买嘛，我们现在量缩，不是很某些人没买，某些人没买。像有些人套牢，他就不想卖，惜售，因为他还没有急跌，还忍得住嘛，心情还可以忍得住嘛，修炼起来嘛。但是如果急跌的话，就忍不住了。急跌啦，比如说像之前这样子很恐怖啊，这个急跌啊，这种叫急跌，两波的急跌，这你不卖都不行啊，因为借钱买股票的他会被你不卖，营业员会帮你卖啊，营业员就打电话，你不爱插伊啊，不爱插伊，赶紧卖掉啊。所以很多人那时候长期投资的，我不是讲说，你根本就忍受不了那5、6千点，炸了已经出顶了，
你再看好的股票，就算涨了好几倍，你也没有了，因为你全通通在这边已经被清理战场啊，你已经退出股市了，因为你都无在调通动掉的啊，你无钱通补啊，你借钱啊，啊你若用现股做，哦啊你有可能可以渡过难关嘛，啊、哦、所以我唔讲你卖借钱啊，卖贪心啦、啊，一千万你就做一千万，你卖一千万做2500万啊，你家己一千万个人借2500万。利息无关啦，但是你问对，你自己才有1000万，你为什么要跟他借1500万来玩股票？你玩那么大干嘛？玩那么大，等一下来的话就2倍半了，人家输10%，你输25%，啊，你就会吸收啊，就不停损啊，那不停损就摆着就被人家处理掉。啊，这个会不会像以前那么恐怖？当然不会啊，现在多头呢，现在是多头市场呢。怎么可能会像这么恐怖？这是空头市场的最后的杆底哎，那不一样哎，这是多头市场。我已经讲，我刚刚那个你讲这些多头市场的回撤，那多头市场回撤第一关当然到月线嘛，这个叫月线嘛，啊月线扣底值在这里嘛，啊十日线扣底值在这里嘛，所以这一根包白啊，十日线一根包白啊，就是讲十日线它反弹，它扣底值高值嘛，所以这个会往下弯啊。啊，往下弯了，这一条线就双周线先往下弯，最短线、极短线先往下弯嘛。那月线扣底值在这里嘛，那只要它站着不动，它就会一直往上扣底高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箭头会跑，或者是它跌快一点，跌比这个低的时候，这一条也是往下弯啊。啊，如果这两条线都往下弯，就会到这里来。哦，这是技术分析啦，你听了卖生气啦。我是讲，我无咧跟你讲基本面啦，因为你若要吃基本面了，我就给你吃泡面啦。你的股票那么在落啊，你大家买咧基本面，定咧讲要创啥？无咧跟你讲这个啦。你想今日网通股突然间涨停板，那有什么基本面？那人个钱夹落去就起啊，钱打下去就扑就涨停板啊！你是在开玩笑啊？那叫基本面都赶快啊！今天的基本面跟昨天还不是都一样？网通股，我说今天很多网通股不是涨停板吗？还不都一样？啊，跟上礼拜的基本面不都一样？啊，为什么昨天没有涨停板，今天涨停板？当急了，唔落去就好啊！上涨靠前堆的，你都会败回啊，唔败回啊！而且网通股今天涨就变大变嘛！啊，那我下面基本面啊，都赶快啊！啊，我讲你也听有吧？钱这处理的啦，哦，啊，你说这个第一关它到月线，它会先有抵抗嘛？你看这，我早上就讲过啊，昨天我不是在解盘嘛？我说美国会反弹，我有没有讲啊？昨天我就讲，不是今天讲，我讲到月线，基本上今天会反弹，啊，有样反弹。有要反弹啊，那也不反弹，盘中嘛去百多点的是的，啊、哦，我唔讲月线会反弹，有要反弹，有影那无影，到月线啊，到月线不是反弹吗？到月线不是反弹，哦，这嘛反到接近月线嘛，拢反弹啊，好不？反弹啊，哦，啊，这周就较奇怪，这嘛唔知心情歹什么呢，到月线拢不爱想反，无要叫八头啊。被压着都没有反弹，要一直快到极限了。啊，这时候开始用了。现在亚洲哈，亚洲股市大概在日本上用，也是到月线啊，反弹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反弹啊。哦，啊，这个是德国嘛？德国到月线极限了，再打到极限，那两度到极限了。啊，那你。你这样子，因为它涨的也少啦，所以它跌下来就它只有30档股票，所以跌下来也很快啦。那幅度其实不大啦，这参考性也是有的，只是没有那么标准。哦，如果到月线了，到月线的反弹啊。啊，我今天侧标写什么？写说你反弹，你正常你就要攻击，你如果说有很多人想要买股票。愿意用好的价钱跟他买股票，
那些卖方他也想要，也愿意卖啊。如果你给他好价钱，他当然要卖啊。你给他，当你要买他跌停板，他不要啊，他不要卖啊。就像今天我今天通知我会员哈，那我讲这个你就参考就好。我通知我会员说，我们买这一档买多少你知道啊？我们通知会员说买145块。你没有听错，我就说买145块，就很好笑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跟会员讲说，你就买145块啦，多一块我就不要啦。啊，但是我们买得到吗？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只要手机点一下，说要买145块啊，买不到啊，边开钱啊，这边提钱出来啊。啊，所以你那边要买，你明明知道可能买不到，那为什么你要定145块？是不是要交易所有说我不能这样做吗？搞不好拍供哦，你了解不意思不？搞不好都突然间那大盘那落落去拍供啊，啊买无嘛买不要紧啊，没关系啊，干不要紧，没关系嘛。就好像有些人想要卖涨停板也可以挂在涨停板啊，啊卖不掉嘛没有关系啊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啊，说你为什么要挂145块？我是讲那礼拜五要除息嘛，啊，我没在家嘛。我那天不是卖掉，跟你讲166.5嘛，啊，那我买大概赚十几块嘛，没有很多啦，因为这一波大概赚十几块就绕跑了。啊，这过来，这过来霸抓啊，常常在啊，就最近这里从这里开始就没有在做这样股票，啊，145块啦。啊，明天仔哈，我可能我也告诉会，明天我们搞不好还是会再挂涨停板、挂跌停板，看有没有机会买到。买不到，不要紧啊！我还讲不要去那边开钱，你听好不？出价那就要钱啦。啊，是啊，你那来讲啦，我就不爱参加除夕。我是讲闹跌停板，咱讲猛停。啊，参加除夕第一天咱就给闹跑。还是第二天我们就落跑，我们不会长期投资的，这个以后会变低价股，我来说好啊，了解了啊嘛，总共这个一来，你说礼拜五你明天就要决定要不要除息啊，那我没有意见嘛，因为你一定会除息，因为你套了200多块，你当然会除息啊，好，对不对？我不讲给那长期投资的人听的嘛。啊，其实你也不一定要参加，你如果说认为这档除息以后会涨，假设你认为会涨，你买当参考这支啊，这支7月份才有除息啊，较慢呐。啊，你买当参考这支啊。啊，为什么要参考这個？假设长荣会涨，万海、阳明会不会涨？我只要问你这句话就好。那长荣70块的股息怎么填息？怎么填息啊？我问你啊。那怎么填息的？啊，填几年呐？啊，会不会填息啊？搞不好越走越低啊，搞不好贴息嘞，谁知道？啊，我只讲，假设你真的没有办法说服自己不买航运股，你看长荣要除息，你也可以买，你也可以参考万海跟阳明啊，也许可以这样做啊。哎，我意思不？啊，你若讲要参考除息，这支嘛较有可能会填息，这支除息5块尔，5块啦，啊，这支十二十块啦。啊，这支70块是要跟人讲啥啦？卖讲啊啦，一直要讲个殖利率，无水准。你讲个殖利率，输未起再来讲个殖利率，输不起。股票在什么赚什么殖利率？填息才有殖利率啊，没有填息哪有殖利率？咱股票是要做价差，咱无咧该长期投资啦。啊，因为我现在一直跟你讲说指数。看起来都还没有停止，这只是反弹，那还是有可能再往下跌，因为你看美国、看欧洲、看各国股市都是一样，涨多总是要走这条路，所以我们买股票买慢一点，要等啊。那你说短线来讲，那都空手，我也没有叫我会员说要空手啦，因为会员有先交钱哈，交下费哦，你无去无用者哦，伊刚才讲你拢。
提钱拢提钱对无？啊，拢伫遐咧练消费。我不能跟会员扣信说今天观望结束，开盘就是收盘，安尼今日结束。这样，咱这样敢收人的钱，人嘛是无欢喜啊。所以咱加减会做，做一下底线，啊，找几只股票往升。但是迄时拢是做底线，迄随时盘势若变动，咱就落下，咱就走啊足紧的。你了解意思？其实有操作没有操作也没有关系，但是有操作一定是短线。好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啊，如果说要整个波段的操作，当然我感觉这是吼跌太少了，因为从这一波啊，这一波上来15420这边也涨了快2000点啊。啊，如果以主升段来讲，这一波上来，我昨天在讲涨了3000多点啊。那上了这涨了2000多点，这3000多点，那才跌这么一点点，这样够吗？啊，自己想啦哈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。万通国际投顾，诚信至上，以客为尊，专业团队，稳操胜券，创造财富，成就精彩人生。团队三大保证：第一，绝对正牌经营，用专业服务客户；第二，绝不夸大技巧，哗众取宠；第三，所有股票带进一定带出。茫茫股海，您需要一盏明灯，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。立即拨打咨询专线02-7725-9668。万通国际投顾，诚信至上，以客为尊，专业团队，稳操胜券，创造财富，成就精彩人生。团队三大保证：第一，绝对正牌经营，用专业服务客户；第二，绝不夸大技巧，哗众取宠；第三，所有股票带进一定带出。茫茫股海，您需要一盏明灯，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。立即拨打咨询专线02-7725-9668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。我在上礼拜在 TG 里面有讲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就 TG 有讲说有三档股票啊，请你打电话到公司来询问服务人员嘛，对不对？我讲的是服务人员，不是我。所以你在这边，我上礼拜五有讲，你在这边问我都不会理你。在这边在 TG 里面哈，询问我都不会理你，在大 at 我都不会理你。为什么？我有我的原则嘛。我如果说，哎，你可以在 LINE@ 里面询问，我亲自回答，那我一定照做。那可是我已经跟你讲说，你要再打电话来询问，那你再又听不懂，又在 LINE@ 问我，那我就不理你。这我的原则啦。三支股票，你卖个卡电话，你卖个底下 LINE@ 问我啦，不要再问我，啊。我没这样赢啊，你了解意思吗？而且我们也没有在免费在回答人家的问题啊，投顾本来就是这样啊。比如说我说这支啦，这支啦，这个哈，我说这支回撤的买点在哪里啊？不是很多人说那天私募，我不是在 TG 也讲说私募定价是1448块啊，他怎么定价？我写的很复杂啊，你要仔细去看。很多人说1448是铁板价，我来讲，那没读册，没有读书。那这主要原因哈，不是你想象这么单纯。所以我在 TG 里面写的很复杂，你要看清楚一点。啊，那我在等这两股票的买点嘛，因为我们前一波是这边买嘛，1120当天买就马上公开嘛，但是当然不可能说卖到这么高嘛，我的供给我老婆他就这样，我的碳4成多而已嘛，这个我这过来走，这点来走嘛，啊，我们在等，啊，另外这一支也是一样，我们在等，这一支之前买不是买这里吗？101010嘛，买了还套牢好几天呢，记得吗？啊，这嘛是在等啊，啊，佮另外一支我讲就是你问这三支嘛。这高档我都有叫你卖，这一档股票会比较快跌到进场拐点啊，
啊，但是也不一定说这礼拜就会到了。我所谓进场国点是一个波段的买点，你说指数来讲，它不可能说很迅速啊、一两天就下跌下去，应该下个月应该主要如果会大幅的修正，应该是下个月，就是下个月跌幅跟跌点才有可能扩大啦，这我预估的啦，你也卖上去啦，咱参考啦。所以你跌线内面，你无可能讲哎两三天，我叫六日就六，不是安尼嘛。但是这个，比如说像这档股票就好了，像这个明天就很有机会反弹了。那所以为什么？我说的啦，为什么啊？我猜的好了啦。反弹你酸呐、啊，酸你听无？这已经包白了嘛。看头看面啊！你反弹以后叫月线压制嘛，这个空方式啊，这个股票是短空长空呢，这完整性跟它不一样哎，这个个就用哎呢。啊，你讲这 IP 股、AI 股，这个即卖常用啊，这个啦，即卖目前较早这个上崩汤，即卖这个常用。我来讲，如果短线哈，大盘还没有大跌，我先讲哈，如果大盘还没有大跌，还在整理。哦，还晃来晃去，最有机会创新高就是这个，创新高就是这个高点了，不是历史高点了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啦，你注意就对了。现在所有 AI 股票哈，常用的变成字眼啦，有好算无？较早上崩汤，现在变崩派，那个波气啦，那个讲个我讲的较简单的是讲，人咧出毁四新创意 app， 钱赚来资源，你听好。做较保守的啊，这支就可能啊，这支阮就猛算啊，我做好几次啊，啊，再回完计都哪买哈猛算啊，就赚一点嘛就好啦。啊，你看我们比较保守，你看我们都在，你看我上礼拜不是跟你讲我们买这档，买这支也去养球了。那为什么我们放在这里啊？中钢啊，啊我去无去我唔要紧啊，因为猛算你听好不好？我唔是正经买。很积极要操作，我今天本来就是跟会员讲说，我们去买这档跌停板，假设我们买到，啊，因为我们要买两成嘛，一千万要买两百万呢、啊，我们要买跌停板呢、啊，啊，我说假设有买到，这支就该卖掉，啊，为什么那支都无要大赚的，那支是先钱，都股票都坑的呢，哎，是保守防御型股票，你听好不？就有点类似像中华电信、台哥大那种意思了、啊。因为大盘大概先对这种股票无啥影响，搞不好还会涨，你了解我意思？所以这种股票要等啊，你买点要等啊。但是你不要在大家里面问我了哈。你如果说你自己还是觉得说你想要知道，你就自己打电话问我们服务人员了。啊，这个边问啊，这个就是有可能创短线高点，啊，这个比较，啊，这个哈，明天会应该就反弹了。但是反弹你要卖还会跌哦，反弹你要卖要到跌下来哦，哦，安尼你了解什么？那其他的股票哈、哦，林林总总啊，你看像比如说像今天很多网通股涨，这个嘛你看这个去，对吧？它之前这种股票涨就是个补涨啊，啊，这也当做跌线啊，啊，就是补涨啊，反弹啦，了解？这嘛是未歹的股票，了解什么？网通股今天去也跌停板的真侪支嘛，强势的蛮多的哈、哦。啊，咱是技术面的，咱无咧甲你讲基本面，讲迄无效，讲迄未去。股票若去，自然就有人甲你讲基本面很好；股票若落空，无人甲你讲基本面很好。所以技术面比较重要，技术分析最大用处在情绪管理。我们要把自己的情绪管理好。什么时候要买，什么时候要卖，就是用技术分析当依靠。你看现在我们操作变渐渐保守，渐渐观望，持股少一点，股票买少一点，现金多一点，我们就是用技术分析在控制我们的情绪、啊、否则这种盘面上每天跑来跑去，你每天都想买股票 啊，有些人就是常常讲一句话，就说拉回早买点，拉回早买点、哦、你要看股票，有的股票你拉回早买点要输会快一点哦，我没跟你骗哦，你不要开玩笑哦，这个是只是反弹盘而已啊，
未来的操作你还是要特别的哈，要小心操作啊。哦，加了还有 Telegram 1-9-3008，我想讲得很清楚了。你这个如果操作上哈不太会操作哈，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到公司来问。还有机会反弹，但是反弹要卖啦。你说老师，我你就来催我反弹，我通知你卖啦，你听好不？啊，你听好不？啊，先卖再来买啦。我们今天报告到这里，谢谢各位收看，明天见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